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伟翔。我今天要做一个特别的挑战啊！每天我们都一直在想下午啊、午餐啊要吃什么啊，每天都是你问我，我问你，要吃什么呢？今天要吃什么呢？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特别的挑战，让陌生人来决定我今天要吃什么。现在下午三点多，我们去找一个麦当劳 drive-thru 试看看，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给我吃。或者是我没有点过的。现在呢，下午三点多，我们这里差不多就要到我们的麦当劳 drive-thru 了，我们就挑战一下，看我们上一个人吃什么。我最怕的是什么？他给我点一个牛肉汉堡，我不会吃牛肉。希望是来点正常的东西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刚开始要吃午餐。啊，可以看到现在是蛮多人在 drive-thru 的，看得到里面吗？等下我们就去排队一下，看我们上一个人买什么，我们就点跟他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呢，现在就到了麦当劳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呢，现在是在排着队了的。前面是一辆蛮大辆的车，里面我又看不清楚有多少个人，啊。应该是华人啦，没有错啦。应该牛肉汉堡不会这样准吧？我不会吃牛肉，我很怕牛肉的味道，所以我不要买牛肉汉堡啊。突然间，我前面那辆转去那边，不要再吐哦，直接我进去买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结果我前面那辆车，我就不知道是会买什么东西了。现在我跟着前面这辆车，不知道他会点什么东西，真的是真心希望不要遇到牛肉汉堡之类的。我现在遇到这是 order， 他有两个柜台，不懂是有开两个柜台还是一个柜台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跟我 hello。应该是没有。Hello， 想要拿一个的半瓶给这三本没有标，什么三本？一个，这个是半啊。Yeah。现在我们就是看他是点什么东西，我们还不知道。烦恼要吃什么就让人家决定，他们还在点，点了蛮久，感觉。好像蛮多东西一下，你可以看前面，他还在点着。他好像叫了很久哦。我这里是在 repeat 着他的 view， 不懂会有多少。我看到有两 set、三 set、两 set、三 set 的东西，所以蛮多一下的。我估计今天可以找很多人陪我一起吃啊。还真在点。来。呀。这个地方呢，要放过两个人的饭呢。啊，呀，不错。啊，再去不要给我这个。OK， 不嘞，那第三都是不给的饭呢。OK， 不嘞。就是等惊喜哦，我也不知道他点了什么，就我看他有三线、四线啊，又四杯水，什么东西，什么价钱，是有点紧张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结账，看一下我们买到什么东西。我自己也还不知道，来吧。150 ringgit。OK， 交了105块的东西。买了什么东西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就做个挑战，不要看。我们等下拿的时候看怎么样。我刚刚看他是拿了很多东西，一直在拿。Oh no！ 等下他看到我不懂会不会吓到？我们在做什么？
玩这个挑战呢，就是有一个风险，就是好像拆盲盒这样，我们也不看我们的单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这样子拆盲盒，放在一边，等下看我们拿了什么东西，感觉真的是拿了不少东西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要拿我们的东西，看有什么东西。他正在处理着，我们就尽情期待，看会拿到什么东西了。因为我也不知道前面那个点了么，我只看到很多人，很多点了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会看到他们正在准备什么东西。这些都是我们的，那么多，真的好多嘞！哇，还有啊！哇，爱心呢 ？OK， 我这已经看到五杯水了，我放在下面先，来。放下去，这么多炸鸡，还有一包，最后一包，啊，再来一个，有点恐怖哎。OK， 还有冰淇淋，阿贝的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。真的是这么多冰淇淋，冰淇淋我们是要先吃了，没有办法，我们先停在一边把冰淇淋吃掉。哇，你看一看，让陌生人帮我们点餐，竟然点了这么多东西，真的是有点恐怖哎。我们就先吃冰淇淋，而且还有一大堆东西，我自己都撒掉，你看。这些全部都是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水，还有这么多的水，我也是不懂啊怎么喝啊。所以冰淇淋我们先吃掉，没有办法，让陌生人帮我们点餐。接下来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接下来你想要看我挑战什么东西，让陌生人帮我点什么东西吃，再出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以下留言啊，让我们知道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暂时告一个段落。你们可以留言让我知道，并且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接下来我更新什么新的节目，你们可以追踪看一看，给我一点支持。拜拜。今天我们买的东西，它的单总共有这么多，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买到了多少东西。这边鸡肉九片，这个是什么？鱼柳包，这个是 my chicken， 鱼柳包，又鱼柳包，这个 GCB。又是买 chicken， 哇，这里全部是薯条，还有一袋整袋的薯条，就这些东西。